好，我是医生小编，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希利亚，因为之前有网友跟我们说我们的口罩测试的时候没有用洗洁剂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请我们的布洛克希利亚来见证我们的口罩，然后我们请希利亚先介绍一下他是哪方面的布洛克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希利亚。那我平常呢都是在写旅游方面的布洛克，那今天很高兴呢，我们来到医生，然后做一些热转印方面的体验哦。那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超高兴的是我做了两个布的口罩用热转印机。那这口罩很特别吧，最近口罩非常的热门，那一个就是国企的口罩，上面还有希利亚玩乐人生的字样哦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哈哈，超酷的，看大家一定觉得这是什么，这是希利亚的下半脸。哇 OK， 酷不酷？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请小编呢帮我们测试一下，用洗洁剂来试看这个口罩哦。好，这一次呢，我一样先沾水搓一搓，看有没有褪色。好，没褪色，拧一拧没褪色。再来，我要用我的洗洁剂，是洗洁剂挤一挤，直接搓，直接搓，搓出泡泡，搓出泡泡。你有看到有颜色吗？还是白色的泡泡？都没有泡泡，都没有颜色啊。对啊，然后挤一挤，泡到水里。你有看到它有颜色吗？没有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把它拧干净，放进去泡泡，都没有颜色，泡泡挤出来都不会有颜色。哇，真的哎。都是洗洁剂，都是洗洁剂而已。然后把它拧干，然后拧干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褪色。完全没有褪色哎。表示这个口罩其实是不会褪色的，只要是热升华，基本上吃进去是完全不会褪色的。了解。对。OK。等一下，对，没错，然后再捏进去。再捏进去。好。